我们欢迎素又荣带来的冬天里的一把火，欢迎，热起来！哇哦！嗨！跳起来！天气很冷哦。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花照亮着我。你给大力气，你仍然又闪烁，仿佛天相信那最亮的一刻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着我。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，来一个掌声好不好？都没有看到你的热情，谢谢老师，我的坚定跟音乐再大声一点，谢谢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每次当你悄悄走进我身边，火花照亮了我。你的眼睛亮又闪烁，仿佛天上星那最亮的一颗，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焰温暖着我。你就像那一把火，熊熊火花照亮了我。适合唱这一首歌，对，对，因为今天天气有点冷哈，对，需要一点火。而且他听说哈，这一首歌有请了一个国际的名舞蹈老师帮他编舞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对，是国际是从国外请回来，没错没错，很有疫情可以出国。哦，他花了很多钱呢，哇，光那个 PCR 什么的，总零零总总加起来大概花了100万。哇，你恭喜真有钱呢，啊，请来这个老师，不是恭喜有钱，是一本身就有钱。这位老师哈。其实今年出现，因为老师也就派没啦，哎呀，今天也出现在，是男生女生的，男生男生。你可以介绍一下这个舞蹈老师是谁吗？今天出现在我们现场。哦，老师现场的，这位老师就是我们的阿文哥。掌声鼓励，给他一个掌声。对，因为之前我有用这一首歌，然后去就是花莲演唱，然后有请我们的阿文哥老师帮我拍，特别拍了一首。而且其实大家在舞那个，不管是在节目上还是其他的商演上面，很少看到苏又荣载歌载舞。我第一次教他的时候，我第一次看到他跳舞，真的，北派呢，真的算会跳。他以前是热舞社的，对啊，对对对对。如果说他在那个年代的话，出道的话就没有蔡依林了。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，你知道在这里要讲场面话。喂，
好啦好啦，那没关系，反正你刚刚也唱了快歌，是，那接下来要不要唱一点慢歌？你慢歌是最好听的。对，接下来这首歌呢，也算是佑荣在两年前在我们的三立天之娇女的片头曲还有片尾曲，哇塞，对，要送给大家。以外，我还有带来限量版的口罩要送给大家，对对对对。大概五杯爱宝，五杯爱宝，好不好？那我们现没人人都会有，因为他大概准备了十万片，够多够多。报告你的虎杰喽。好啦，这上面是我的 Q 版的 logo， 然后上面有我的名字，对，好可爱哟，真的，这是自己画的，这是限量版的，就请设计师画的，对对对对，是。哇，这个一定是受罪了，这个受罪，没有啦，他是这样子交叉的，你要把它撑开，对，熟女交叉的这样，撑开才看得到它那个图案。如果等一下想要的朋友呢，不要真心恐慌，不要抢哦，很危险，数量很多了，大家会一个一个发给大家了哈。好，带来这首歌来，好，这首歌叫做《心拿了》，要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文哥跟东哥，两个保镖，来，慢点，慢点哦，好来哦，啊，你要热情一点哦，哦，尖叫声，喊苏耀龙，苏耀龙，今天很冷，所以你们要拿出你们的热情，好不好？小心，等一下。小心哦，把你打到了。一个人，你的动情相拥，不可比你的牵
去后面搭一下。Oh, okay, 你看一下后面的朋友，佑荣就是这么贴心，就是这么得人疼。哇，因为后面很多朋友可能也不太方便往前。没有了，因为他们也知道就要遵守秩序、啊，对对对，前面都挤在一团嘛，对，这样也危险。是是是，悠悠，看助理拿去了。等一下，不要不要。不要紧啦，啊你们全部拢走去后面坐哦。哎、欸，刚刚也无人看我唱歌，然后大家拢底下戴口罩。没有，那也是因为佑荣的东西太吸引人。对啊，而且刚刚大家都很热情啊，因为边拿口罩的时候还边挥手。对，而且佑荣可以边扒把整首歌一字不漏的唱完，这是他唱功哦，太厉害了。是不是这样比较好唱？一就是波啊，有跟着歌词嘞。还有节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太厉害了，跟着拍子。好，佑荣的诚意大家也都收到了。唱唱歌有好听吗？要不要再一首？要啦，来啊，再一首啦！还有想要再听吗？当然要啊！还要再听吗？要！要！好，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呢，也算是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。这首歌叫做《今年一定会好过》，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谢谢。又有。哎，还要请我们看这回请哦，好不好？后面的朋友。社会加减也有问题，时代在经过，这是难免的。世间人正多，人找话着多，三世人讲无啥话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人认真啊做，打算买菜嘛是无。想好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走同齐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因为有人来走过，今年一定会好过。谢谢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有让你这么就好难在这里有带动大心态。苏露伊，谢谢，谢谢。当今的社会，加减也有问题，时代在经过，这是难免的。人正多，人做话着多，三世人讲无啥话。人生在世，脚踏实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算买菜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走同齐。是地，只要咱认真啊做，打算买菜嘛是无关系。凡事想好开，烦恼放风飞，共同打拼走同齐。今年一定会好过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因为有人来做伙，今年一定会。谢谢佑荣，好，来秋亮哈，今年一定会好过，一定会好过啊！尤其佑荣带的这首歌非常有意义。那疫情哈，不知不觉已经三年了，哎，所以刚好2023，我们有渐渐的疫情有舒缓了之后呢，一定也。